今天来一个凉拌的滚烫大爆头，放一点醋，放一点味极鲜啊，来一个超大的。哇塞，这一个一斤多啊。哎呦，哇，有大米啊。但是好像没太煮熟啊。哎呦我妈，满满都是黄，但就没熟啊，可能太大了，来个这个小的啊。喜欢吃爆头的给来上双击。哇，这个有吗？熟。黄啊。